大概哦，我唱诗歌会比较，就是说，哎，比较喜欢奔放的唱啊。哎，我要邀请今天我们这个来的这个福音朋友们呢，在位置上站起来好不好？哎，陪你们唱这首诗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今天的这个我等一下我们进来贵宾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请来的福音朋友们，麻烦你们到位置上站起来。那请他们来，弟兄姊妹呢也陪他们站好不好？来一起来唱这首歌，诗歌来。 山的几何，溪的几何，苍白的经过，你经过。 好，感谢主啊，请坐。